中职例行赛昨天在天母棒球场举行统一对中信的比赛，统一师潘武雄单场击出两安四打点。记者林伯东摄影分享，潘武雄今晚贡献四分打点，获选单场 MVP， 但他说美中不足的是有几球没掌握好，结果虽然是好的，但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。今晚潘武雄敲两安，距离个人生涯千安还差三支，不去想这些记录，但我相信保持现在的心态节奏很快就会出现。四局下潘武雄击出安打送回陈杰线，之后陈永吉敲安打，他直闯本垒抢分，没注意到三垒教练已经比出阻止的手势，最后在三本垒间遭夹杀出局。潘武雄对于这次跑垒耿耿于怀，是我没注意到，否则也不用打得这么紧张了。师队中止连败，潘武雄说这几场比赛都很可惜，今晚也差点被逆转，这种气氛不好受，赢球后大家也松口气。